只要有一个采样码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立刻扫码就可以采样。这边的动员能力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上个礼拜才打了疫苗，没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是进不去的，所以我是进不去的。我的方式，感谢一副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，感到我年轻的。